我在哦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身体健康真的是一种非常那个 rock and roll style。祝大家身体健康。然后其实今天算是我那个第二次来读书，第一次来应该是很就是刚到台北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台南人，然后我就是到文化找我那个台南的同学，然后我就发现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冷，第二次来也是真的很冷。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保暖的系统，要做好。然后我觉得文化，对啊，就是我在那个淡水河畔的学校读书，然后阳明山的从我的宿舍可以看得到，我可以看到文化。好，我想讲的是，文化的鬼故事的会一直。在我的大学生活中会扮演的一个非常永远的一个位置在那边，希望大家在文化读书永远都不要遇到那个好、yeah. 最后一首歌还有刚邀请大家那个我的 live 专辑 live in Tennessee， 这就是 Rock and Roll Show 已经发行了、yeah. 大家如果喜欢那个肉粽这个人可以去买一下，谢谢。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在阳明山上可以永远的屹立不摇，犹如无敌铁金刚一样。送给大家无敌铁金刚。谢谢，那个谢谢大哥。耶，我听不太懂耶。谢谢大家，那我吉他要来大一点点，谢谢。谢谢，我听得懂了。谢谢。你等我一下哦。好。好。祝大家无敌铁金刚，耶！再等我一下。对，喝水也是一种浪费弱项。好，就是这世界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就对着自己很轻松，是吧？耶，就过去了。祝大家好。
想要我追求世界所有一切，我们的早恋。没有那么冒险，但是一切还是如此。